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页面了，就是他那个抢票的时候，他不是每次送出今天，然后每次送出他都会说那个什么系统正常运作中，请稍后再试，什么之类的那种话。然后他因为这样子，然后下面那 captcha 数字会换掉，所以你要再抢的时候，你要再重新输入一次。那我注意到他换 captcha 是，他是直接去把他那个 captcha 那个图示的 ingsrc 换掉。那只要把他的那个 ingsrc 那 ing 的 id 改掉之后，他就没办法去换掉那张图片。那么你就不需要去改 captcha 数字，你就可以继续打。天哪！所以你就专心的按那按钮就好了。那第二个就是我这边做一个那个抢啊。这个墙是一个书签，然后书签里面其实就只有这样，你就 JavaScript do save， 然后 do save 就是它那个送出那个按钮的在做的事情。你就直接你就一直按，对，我就一直按这个，按这个的话就可以省去很多它里面其他的动作。OK， 对，所以我主要就做这两件事而已。觉得厉害。哦，这是秘籍，太强了。怎么显示绩效报？程式也只有这一行而已了。还是 copy 他的，所以再来还有谁要 demo？ 好，我重开机了。OK， 我可以 demo。吕布成功。